Bonjour. Hello. Ni hao. Nous sommes le trio SR9. Nous avons été invités au French May Festival. Malheureusement, comme vous le savez, nous ne pouvons pas venir. On sera là l'année prochaine. Et en attendant, on a quelques petites vidéos pour vous. So we are the SR9 trio, Nicolas, Paul and Alexandre. We were supposed to be there this year, but unfortunately we can't. And hopefully we'll be there next year. But before that, we send you a few videos and we hope you will like it. See you. Hagrid 相將與法國超水準三重奏 SR9 Trio 合作，以兩節演出講堂線上聯繫香港馬林巴琴愛好者。SR9 Trio 將會演奏經典法國作品及當代新派敲擊樂作品。Hagrid 相則為演出作深入淺出的解構。第二節的敲擊樂講堂主題是當代敲擊樂特色。作為法國最優秀的作曲家之一，佛瑞預示了後來德寶西和拉威爾的和聲革命。而拉威爾曾經是佛瑞在巴黎音樂學院的作曲系學生。佛瑞豐富的音樂語言既適合古典聲音，亦都適合 Kari Christmansen 這類型的流行歌手。 Kari 今次與 SR9 Trio 的合作演繹了佛瑞最著名原本為鋼琴和人聲音編寫的樂段《夢後》。什么是法国艺术歌曲？法国艺术歌曲源于19世纪兴起，参照德国艺术歌曲的格式。19世纪的法国艺术歌曲通常是以一首严肃的抒情诗作为歌词，并透过人声独奏和钢琴的形式呈现。
具識別性地將詩同音樂連結起嚟。我哋點樣解讀歌詞？我哋可以喺歌詞入邊窺看到作曲家對夢同西方極樂嘅想像。演奏中有啲咩特別嘅技巧？我哋可以睇到作品嘅開頭利用咗弦樂嘅琴弓拉奏高音嘅曉拔，音色較高而音波較順。用琴弓拉動金屬嘅樂器，通常能夠做出泛音，令耳蝸共鳴。呢首樂曲嘅配器都有明顯嘅音色對比同變化萬千嘅音域。而家我哋聽一聽呢個技巧。第二首曲目《靈鏡》是居於法國的哥倫比亞作曲家 Daniel Arango Prada 專為預設馬林巴琴而編寫的作品。作品的名稱是指光線穿透靈鏡時的折射反應，預先放置一些物件在馬林巴琴琴鍵，例如石子、搖瓶、鉗等等，都是一種設定，擾動音樂演奏。樂曲亦都營造了一種多重節奏的聲色宇宙，在加速中變得越來越複雜，直至音樂的光線慢慢消逝。這首是樂團的委約作品，從未正式作現場演奏，所以演出影片是線上的首演。
預知馬林巴琴是什麼呢？而它亦會發出什麼聲音呢？現代的作曲家除了追求技術上的突破之外，亦都開始尋找樂器不同的音色。在這首馬林巴琴的作品上，它用上不同的日常生活用品在馬林巴琴琴鍵，而營造不同的聲音效果。當中較為明顯的是用上石子包住馬林巴琴琴鍵，以及用上紙杯，去聽到它發出微細的金屬聲音和特別的效果。而作曲家亦都加入了軟橡膠琴棍，配合延伸技巧，使琴鍵低頻震動，產生特別效果。由法國五月和敲擊商合辦的敲擊樂講堂系列影片已經播放完畢，感謝你的支持，歡迎你繼續留意法國五月和敲擊商更多的藝術節目，期待與你以樂相聚。